相位猛冲跟我们吹肯定是没什么用，等他变形啊，要点我们那一下的时候一上来干他，再点加招不杀，其实不也闪现当服二连拿下，回家了。说的什么？假装不杀，其实不严。闪现，当夫二连。来个慢放的。先来个皮孩啊。有个兄弟说这个现在坑逼居多啊，什么以前黄金啥的还可以的，咱不是坑逼居不居多的问题，你可以玩的不对劲，哎，线上没打好对不对，但是你不能连最起码的基本的东西你都不知道，什么时候该打什么时候不该打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那技能怎么放手应该能知道吗？先把这杰斯给杀了，再把这粑粑人给杀了，你就像那狐狸去开那腰子，你说你说那不是傻子吗呢，是不是？你说他怎么想的，他能去开个腰子去呢，跟他说话都他都听不懂，我说你跟我走跟我走，哎，人家就不的，我跟我走我都说了不下四遍跟我走，两遍吧两遍，我说跟我走，哎，不的，我不知道要干啥也不说话，一个傻子一个哑巴，死一边去吧，不说了，上一把这个狐狸我们给他埋了，这把继续，不要因为上一把影响了我们的情绪。点我，点我那能点到吗？点不到的。这波注意怎么杀他，给你们看一下的啊。注意，注意，注意啊！眼睛不要眨，啊，注意。注意。嗯，看来不好杀。这个远程形态 A 我呀，小兵不打，这波可以勾引一下，我说实话可以勾引一下，小勾引一下，假装吃他几个技能知道吧，等下一波兵来我们马上升六，先去插个眼啊，防止对面打野来，只要打野不来就没事，第一我们有小饼干，第二我们马上升六，这一波故意吃他几个技能，然后我们别放技能知道吧，来一个兵，好，这人真猥琐，我天哪兄弟，你说我都这么点血了你都不敢打，我一共400滴血，你800滴血，你多我一倍的血量，你不敢跟我打，然后还一倍的小兵，
往前走一走，等妖精上啊，等妖精上把它链住。不知道这人到底要干嘛，搞不明白。我可能只能剩十滴血，他才能上来跟我打。那我就控，反正你不打就拉倒。你别上线，他知道道转上线了，这他都能知道，我都没感觉他道转上线了，他这他都能知道。我吃你俩技能行不行？你瞅我就三百滴血啊，我就三百滴，他一炮接俩接个 Q， 我就可能就死，就一共就这三百滴血，这都不敢打，你这敢逼死，真猥琐！我就发现了，你怎么这么猥琐呀？我的天哪！我跟你玩游戏真是累死了。真累呀、啊！你怎么猥琐成这个样子啊，兄弟啊！哪有人这样玩的呀？他装备还比我好，关键还……走了。如果我这个样子他都不上来打我，那说明他确实是有点太猥琐。但我们不要去尝试了，算了，我直接回家了。我怎么这么有钱呀？啊，我怎么这么有钱呀？我钱都哪来的呀？我一回家上线了，全款，我没想到。为啥出三项？因为打中小脆皮儿啊，他怎么把蓝拿了？这亚索是不搁这呢？这亚索呀，别急啊，等一会儿。变革之风。天抠别放 E， 等他吹。这你能跑了，我蓝林汉，颜面何在，兄弟？这样你跑了，我蓝天汉脸往哪搁？以后还怎么教学？在这蹲我，粑粑人。你走，再见粑粑人，我还抠你一下。我觉得粑粑人可能在这里回城，我们找他一下。啊，没在，算了吧。非得要给我打个蓝，我都不知道到底怎么办了。等一会儿啊，
这波可以杀，他把头放了，把头放了。哎呀，一 A 头啊，给我下当了。没事，让他值点钱。这波是900，这波不是1000，这一波是900。其实杀这个杰斯应该先 AQ 在塔下再 E 他的，等他给我们 E 飞了再 E 他，要不然这人杀不了。这指定的他也不想着反杀，他就想着就是怎么能不死就行。他就想这波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活下来，他不去想怎么样才能杀我。凶死了！你要我说你就别吃了。我说你个妖精吃什么？哎，吃！吃什么塔皮呢？走，去趟中路。这好像都挺奇特呀，不是铁男辅助就是妖精辅助。走，去趟中路，杀他一波亚索，杀铁男吧。300块，铁男300块，中路亚索051了。哎，你就说咱这亚索对吧，他即使他0-5，最起码他也是会操作的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最起码他的亚索这个英雄的基本操作他也是会的，他也知道来人了我要先跑。对不对？你要干啥呀？你俩要杀我呀？我真是吓死了！我天，这没办法，这边没大招，确实是有点狂了啊，有点狂妄了。打个红去，呀！我们的问题。交了，他怎么会往上走了呀？哎呀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再来问问土地老儿。早用早吸地没关系。
你说你连个塔你都不敢守，你说那样了吗？还能把你杀了呀？生化魔人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失误了呀？抠没抠出来？皮肤的问题，这就是皮肤不行。正常这波是不应该有失误的，但是皮肤出现了点问题，失误了。还有，我还发现一个问题，不能出九头蛇，不厉害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瞧这人就只会打一下，除非我剩十滴血他能上来把我打了吧，他能上来打我，要不然这人永远不带跟我打的，永远。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眼儿啊，打个红去。你出来了，哎，这个E怎么E到我的呀？我操，我W都放出来都给我E着了。换掉了，这个E是怎么E着的呢？这个E不应该E到我的。谢谢浪子中征木寒，点燃有视野，他没带点燃呢。还有个小子跟我说我省大，你看不见没蓝吗？你看不见，你要看见你就不会说了。先来个布件，还限定装备，我试试黑切吧。小试牛刀，你看人牙锁，最起码人牙锁0-5，人家会操作，变成361了，361度，虽然让人家压了两级吧。哎呦我操，双杀，啊，换人了牙锁。把小龙打了。把小龙打了，来往我这走来。冲什么？这条小龙我们打他们有脾气啊，脾气挺大呀。生化魔人几回了，生化魔人几回了，生化魔人先杀牙锁，还打我，辅助铁男，他咋这么能捡呢？我天哪，这人怎么捡的这么多人头啊？兄弟们，捡了6个了，他们家最多的才杀了6个，我是没想到的，真能捡。
不杀了，算了吧，打个红差不多了。这个红我必须得要，我坚决不能让这个晋把这红给他拿走了。你也太菜了吧，这你都没抢过他，他这个 ADC 还是那种就是平 A 一下平 A 一下的那种 ADC。哎呦，我乱配去了，把他杀了嘞！一会儿还给我整出赏金来了呢。掉220，坠金儿了，谁的金儿？谢谢浪子城中征木寒，这不没坠吗？打吧，来吧，直接打了。他们也没有视野，直接打吧。我们都打大龙了，你来不？啊，你来不？问问你，你来不来？打呀！哎，这位还不打了呀？你瞅这人啊，跑吧，从这儿一直跑，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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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这儿，然后从这边绕一大截。啊，他跑下路去了，咱都不知道这人要干啥。我回家了。其实我觉得这把黑切不划算，我们出死亡之舞吧。哎呦，我安是 double bow 了，你给我抄个神我看看呗，兄弟。刀门那顶 God like legend David， 他差三个人头抄神了。别走啊，中路一个别走啊，中路一个都别走，来来来来来，都别走，来先杀粑粑人吧，杰斯来。对，对面 EZ 哪去了？那 EZ 怎么没了呢？打一个闪一个，把他们家红打了。虚弱我。好敲，这闪是真多呀，我天哪，我打一个闪一个。2000块，欺负俺们家 ADC， 这 ADC 呀、啊，251，让人给欺负坏了。把这个卖了，马上出个蟹手。那我卖它干啥呀？既然我等不出来钱的话。别人不打了啊，除了杰斯不杀了，就杀的杰斯，一会儿就杀的杰斯，别人不打了。这给我打的，
打小龙吧，把小龙打了。封着我啊，你15级让11级把龙给抢了，兄弟。这怎么会呢？这咋了？回家了。哎呦，好大！哎呦，好雷！哎呀，粑粑人儿！粑粑人儿啊！你看见他们没？哎。就跑来跟他过来逮我来，俺们家那企业跟那螳螂都拆到基地了，不管，就跑过来管我。技能全甩没了，然后俺们家人收割了。这劫怎么回事？啊，跟铁男打起来了。我十分想来一波一打五，但我需要一个红。或者是一个点炎。现在以我们的装备像一个打五个。需要一个红与一个点炎。我是吸血有了，减伤有了，重伤有了。血量有了，攻击力有了，我们还差一个粘人的东西，就这波了，兄弟们，能不能一打五？在此一举，这杰斯呢？那杰斯打着打着人没了呢，你上哪去了？你队友都跟人干上了，你去哪里了？人儿呢？你说你像个鬼似的，踩塔，好打不了。杰斯尽力军，他补刀比我多了，换人了，咋补的呢？这是不怪呀，这让他能打出尽力军，属实是我们的责任，我全责。好了，跑哪去了？把粑粑人给卖了。打着打着人没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不打拉倒，不打拆基地了，你爱打不打。不打我就一波了。你不能跳点别人吗？你老跳我干嘛呀？粑粑人，把粑粑人杀了。
妥杀了，也不是。看了我的猴子，你打算玩把杰斯，然后输了。你想玩杰斯干啥？找虐呀？